这次啊，大型国际机场在十一期间产生了一个新的特点，游客比旅客还多。大型机场建成以后啊，特别是国庆节期间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往参观。据统计，国庆节期间每天到大型机场前来游览的游客是70162人，总计就是国庆节期间达到了470000人，与出港过点的旅客比13:1。特别是10月3号这一天是游客的高峰期，到大型机场前来游览的游客达到了10.7万人，游客跟旅客的比例达到了24:1。虽然游客很多，机场运行态势非常平稳。9月30号到10月6号这七天啊，始发航班正常率和放行正常率双百。从数字情况来看，游客对旅客的运行、旅客的出行，应当说确实影响不大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